师兄，能不能作为多年的朋友，作为你的师妹，我给你提点意见。当然可以。好，你呢，是钻石王老五，是我国婚恋生物链的顶端，但是能不能别太过分？怎么过分了？叶小姐是你的女朋友，她来公司宣布主权。 你和他来这酒会 ，OK， 都没有问题。你们的恩爱你们秀，但能不能别招惹我们家曼曼啊？对，我知道，他玩不起，但是他想玩，但我想请你高抬贵手放过他，行不行啊？哎，师兄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连最起码的游戏规则你都不遵守，明明不是单身，你假装单身，你怎么？ 你还真的当你是甲方，他是乙方，你考察项目调查他玩啊？他这十几年容易吗？他，能不能先冷静一点？我冷静不了，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。师兄，我觉得你这生意做的真的挺值的，十几块钱一件破雨衣就这样忽悠了人家十几年，你这生意真的是做的是可以啊，师兄。你知道吗？你出国的那天。 他像个傻子一样，在电梯门口哭得稀里哗啦，像个烂茄子，扶都扶不起来。我跟你说啊，我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别人哭成这个熊样的。雨披，我不知道他喜欢我这么久。你大爷的，你不知道，你还装？啊，他不喜欢你，你生病他来照顾你。 我们开庆功宴，他在对面包间。哎，还有，你干嘛要邀请他回母校参加什么校庆啊？你不喜欢他，你就明说。你别这么不清不楚、腻腻歪歪，玩什么暧昧啊？还打电话，你还有脸打电话？我跟你说，你还是我师兄啊？啊，你像我师兄的料吗？你看看你，你像男人的样子吗？你能不能别说了？听我说一句。 桑尼啊，他说在美国跟叶已经分手了。真的？他都发誓了。那就更不可信了，已经分手的前女友还能住在一起，还能一起参加酒会。桑尼啊，连小美都能看清的真相，我们俩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，好吗？ 他已经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为人，他的态度，他的感情观，我已经放弃他了。不给自己希望，就不会有失望。 既没有我爱的人，也没有爱我的人。